们带着一颗刚强壮胆的心，谨守遵行你的道，一生跟随你。
谢谢你，愿意我一生永远跟随你，谨守遵行你的道，使我的生命到老都不偏离，让我的生命因着扎根在神的话语。主啊，我就凡事亨通顺利。谢谢主你的恩典怜悯，愿你的圣灵天天浇灌孩子们，引领孩子们走在上帝你的道路里。谢谢主，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弟兄姊妹平安，我们再一起来思想上帝的话。奉主的名祝福你，神的话要帮助你，赐福给你，让你能够进入得胜的一年。今天早晨我们再一起来思想耶稣雅记第三章第一到第七节，我们一起来攻读上帝的话语。耶稣雅清早起来，和以色列众人都离开石亭，来到约旦河，就住在那里等候过河。过了三天，官长走遍营中，吩咐百姓说，你们看见耶和华你们神的约柜，又见祭司立位人抬着，就要离开所住的地方，跟着约柜去。只是你们和约柜相离要量2000轴，不可与约柜相近，使你们知道所当走的路，因为这条路你们向来没有走过。约书亚吩咐百姓说，你们要自洁，因为明天耶和华必在你们中间行奇事。约书亚又吩咐祭司说，你们抬起约柜在百姓前头过去。于是他们抬起约柜在百姓前头走。耶和华对约书亚说，从今日起，我必使你在以色列众人眼前增大，使他们知道我怎样与摩西同在，也必照样与你同在。我们要经历上帝的恩典，我们要进入得胜的一年，很重要的，我们要跟随神的引导。这段圣经正是在描述耶稣亚要带领以色列百姓过约旦河，要进入迦南应许之地。这里在第二节的地方告诉我们说，过了三天，在河边他们等候过了三天。这三天他们一定有许多的沉思默想祷告，特别在那个时候是一个收割的季节，约旦河的河水漫过两岸，所以对他们来说，他们没有渡船，他们也不能有工具去搭桥过约旦河，所以对他们来说，知道靠自己不能，唯有单单来倚靠上帝。所以在这段时间，他们的信心开始要沉淀，同时他们也思想到，过了约旦河，他们就要往前走，只有前进不能后退。所以过了约旦河本身是个困难，但是过了之后，他们要实际面对征战的困难。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见神就对他们说，你们看见神的约柜，祭司利未人抬着，你们就要离开所住的地方，跟着约柜去。神就告诉他们说，你们看到约柜往前走，你们要跟着走。在旷野他们要跟随神，过约旦河他们还是一样要跟随神。特别讲到耶柜往前去的时候，你们就要离开，就要往前去。所以我们服侍主的人，跟随主的人，我们学习，我们要学习立刻来跟随主，不可犹疑，不可迟延。这里也特别说，他们和耶柜要离2000轴，不可以耶柜相近。我们再往下看第四节，使你们知道所当走的路，因为这条路你们向来没有走过。在一个震动的年，是我们过去没有经历过的，是我们的人生经历里面所没有的。
我们在走一条向来没有走过的路，所以面对一个震动的年，面对一个我们前所未有未曾经历的一个未来，我们必须跟随神的引导。其实就是平时的每一天，每一天都是新的一天，都是你过去没有经历的，所以我们必须要跟随上帝的引导。圣灵是我们的引导，神的话语也是我们的引导。约柜代表神的同在，在旷野的时候，在会幕里面，在约柜的地方，在基路伯中间，神在那里对他们说话。约柜代表神的同在，意思他们跟随约柜，其实就在跟随神的引导。未来一天，鼓励弟兄姊妹真的要跟随神的引导，要定睛在主的身上，让主每一天引导我们每一天的脚步。主的话让我们看见未来，也让我们能够看见眼前的一小步，因为他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，也是路上的光。阿们。所以每一天跟随神的同在往前走。同时在这里说，他们要自觉，如果一个人要经历神的引导，经历神的帮助很重要，因为神是圣洁的。若没有圣洁，我们就不能见神；若没有自觉，我们不能被神所用；若没有自觉，我们没有办法清楚神在每一件事上的引导。好像那个天线必须是要干净的，才能够没有受到干扰，我们才能够得到清楚的信息。所以要得到神的引导，要得到神的同在，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我们要分别为圣，过圣洁的生活。接着我们看到第七节，神对约书亚说，我从今日起，我必使你在以色列众人眼前增大，使他们知道我怎样与摩西同在，也必照样与你同在。弟兄姊妹，我们愿意服侍主，我们愿意放下一切跟随主，我们愿意把自己奉献给主，把自己当作活祭献给主，我们相信神要使你增大，你所放下的神要把你补足，并且超过你所求所想的。神说他为爱他人所预备的是超过我们眼睛未曾看见的，耳朵未曾听见的，我们人心未曾想过的。阿们。所以值得我们放下一切来跟随主，值得我们把生命奉献给主，来讨他的喜欢。如果我们愿意真的这样的摆上，上帝说我要使你在以色列众人眼前，你要尊大的，你不再是卑微的，你要尊大的。弟兄姊妹，新的一年上帝要赐福你，上帝要赐福我，使我们每一个人在他的面前都能够尊大。我们在地上所放下的，上帝在他的国度里面要把我们高举，所以我们就要经历神荣耀的同在。当神与我们同在的时候，你要发现这里也特别说到有神迹奇事，因为神在我们中间要行奇事。所以我们看到之后，我们看到以色列人他们在约书亚的带领里面，真的在迦南美地，他们在那里每一战都靠主征战，而且征战得胜，真的照着神的应许，没有一人能在约书亚面前能够站立而住。所以奉主的名祝福每一位弟兄姊妹，新的一年你要跟着约柜去，这一条路你向来没有走过，未来这一年的日子是你从来没有经历过的。这么多的震荡，在台湾，在中国大陆，在整个世界，在香港，我们看见极大的震动，但是我们感谢主，我们领受的是一个不能震动的国，所以我们要用虔诚敬畏的心来侍奉他。当我们用虔诚敬畏的心来侍奉他的时候，上帝说我要与你同在，上帝说我要使你尊大，在众人眼前你可以尊大的。弟兄姊妹，发生在摩西身上的，发生在约书亚身上的，今天都要发生在你的身上。阿们。所以奉主的名祝福你，愿感动约书亚的灵加倍的感动每一位弟兄姊妹。新的一年我们真的只有跟随主的引导，否则我们没有办法走一条我们一生当中未曾经历过这么震动的一年。但是当我们跟随神的引导，过圣洁的生活，满有神的同在，
上帝要使我们增大，上帝我们让我们经历他的同在，他的同在是最宝贵的。每一天他成为你的力量，每一天他成为你的帮助，每一天他成为你的高台和坚固的堡垒。荣耀归给耶稣，但愿神施恩在每一位弟兄姊妹身上。所以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来祷告，我们先为第一项来祷告。在这里我们要看到第一节那里说有三天他们在那里等候，我希望弟兄姊妹我们也来到上帝的面前，我们祷告，我们等候，我们思想未来，然后在信心中沉淀，说上帝啊，未来的路我不敢靠自己，这未来的路这一年我要把自己交托在恩主你自己的手中，放下自己，说上帝啊，我只有单单依靠你，好不好？我们先在主的面前说，主啊，我愿意降服在你的面前，求你在我生命中来引导我。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。主啊，是早晨你在弟兄们的话语教导孩子们，主啊，这个降服在神的圣灵带领当中，主让我们以接受神你的引导，不要排斥，不要抗拒，主单单降服于你，顺服你的引领。主啊，让圣灵成为我们的保卫师，让圣灵成为我们引领者。主啊，让我们心里面就不胆怯不害怕。谢谢耶稣基督，主再一次帮助孩子，让我的眼目定睛在你的身上。主啊，使孩子们的心知道你的心意，主使孩子们能够回应神你的呼召。谢谢耶稣基督。感谢赞美你，主啊，是的，主，因为你已经救赎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中。主啊，知道主，我们已经生命是已经分别为圣归给主你自己的了。主啊，是主，我们的生命气息主要都是属于你的。主啊，是主，在每一天的生活的里面，主啊，是主，也要有因着你的话语来引导我们走前面的道路。主，因此主啊，是的，主，帮助我们主要设立起哦，主要那样子一个祭坛哦，主要主坛在你的面前，主要在祭坛的面前，属灵的祭坛面前，主啊，我们专心等候你，主啊，我们仰望你。哦，主啊，是主，我们说，主啊，我们要听见你对我们说话，主啊，我们渴望主你对我们发话语。哦，主啊，引导我们前面的道路。主啊，虽然主啊，我不知明日哦将如何，主啊，但是主知道主你必掌管明天。主啊，是主，我们的每一天，主啊，你都必亲自引导带领我们。主啊，是主，在祭坛的当中，主啊，是的，主你对我们说话。主啊，是主，我们也要向你倾心吐意。哦，主啊，是主，使我们的生命主啊与你连结。主啊，感谢赞美你。天父，新的一年是得胜的一年。阿门。让我花时间等候在你的面前，主啊，寻求你的旨意。阿门。明白你的心意，在我生命当中的带领跟呼召。主啊，我等候你。主啊，我仰望你。阿门。我寻求你的心意。阿门。寻求你的带领。阿门。第二个，我们再来祷告说，主啊，新的一年我要跟着耶柜去，我要跟随神的引导。新的一年我不敢靠自己，我要跟随你的引导。所以我们向主说，主啊，求你的圣灵天天引导我，求你的圣灵天天光照我。当我读圣经的时候，你就光照我，圣灵微小的声音在我里面来引导我。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，为这新的一年，我们愿意跟随神的引导。主啊，使孩子们再次仰望你，因着你的话语引领。主啊，使孩子们不是如同漂浮的浮萍，没有根，而是有根有基，在你的话语当中被神的话语建造。我就知道，主啊，使你的话语引领我前面的道路。主啊，使我不彷徨不忧虑，主让神的话语成为我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，引领孩子们前面的道路。谢谢耶稣基督，谢谢。主，感谢赞美你。主，在一早的时候，主啊，是的，主，我要来高举主你自己的名。主，我要来敬拜你。主，我要来尊崇你。主啊，是的，主，因为你是我的主，你是我的神。主啊，是的，主，是的，主，哦，主啊，愿你行哦，在我的前头。主啊，好使我可以来遵行。主啊，是的，主，赞美你。主啊，如同约柜一样。主啊，你的话语，主你的恩典，主你的信实。主啊，每天哦，主啊，来引导带领我们前面的道路。主啊，是的，主，谢谢你。主啊，是的，主，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。
主啊，是的，主，让我们真实的经历到，哦，主啊，你哦，在日间用云柱，哦，主啊，夜间用火柱来亲自带领我们，主啊，不论在哦遇见任何样子的困难问题的里面，主啊，让我们经历到你奇妙的作为。主啊，是主，谢谢你帮助我们在我们的日常生活的当中，主啊，不管是学生，哦，主啊，或者是哦，主啊，上班族的弟兄姐妹们，哦，主啊，或者是主啊，在家里面的哦长辈们，哦，主啊，在教会的服事的当中，主啊，我们弟兄姐妹们、同工们，哦，主啊，是主，你的仆人、使女们，主啊，是主，我们都要来敬畏你，主啊，都要来跟随你，哦，主啊，是主，你的哦约柜一起行，主啊，是主，我们就跟随着主你走，哦，主啊，是主，约柜停下来，哦，主啊，是主，我们就安定下来，主啊，我们敬畏你、遵从你，谢谢主。主啊，是的，约柜就是你表示与我们同在，约柜可以引导我们。主啊，今天我们没有约柜，但是我们有圣灵。主啊，圣灵，你已经来到我们当中，你就是引导我们的灵。主啊，我们不敢走在你的前头，我们也不敢落后太多。主啊，我们要随时跟随在你后面。主啊，我们不是依靠我们的才能，不是依靠我们的势力，乃是依靠耶和华的灵帮助成事的。求你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常常寻求你的面，让我们常常谦卑在你的面前，听你的话语。主啊，若我们做要做决定的时候，主啊，我们会来问你。主，若是你说不可以，我们就停止，我们就不做这个计划。主啊，若是你说可以，主啊，我们就大胆前行。但愿今年每一天我们都行走在你的旨意当中，我们遵循你的引导，好让我们可以大大昌盛，我们的家庭可以被你翻转，我们的教会可以大大增长，我们的国家因着我们遵循主啊你的旨意，我们国家也会有大大的转化和改变，让许多不信主的人可以因为基督徒一直遵循你的旨意，而许多可以进入到教会来，可以得救。主啊，你祝福我们，每一天你都与我们同在，每一天我们愿意遵循你的旨意来荣耀你自己，靠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我们看到在第五节那里的地方，耶稣要吩咐百姓说，你们要自洁，因为明天耶和华必在你们中间行奇事。弟兄姊妹，当神在我们中间，必然有神迹奇事。但是在这里说，我们必须要自洁，非圣洁就没有能够见神。好不好，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说，主啊，你帮助我，圣灵提醒我，你的话语光照我，让我能够分别为圣，过圣洁的生活。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来祷告。主啊，是孩子当中来祷告，主啊，你是何等恩待，你用你的圣洁的灵，主啊，洁净了我们，主啊，使我们提醒我们，叫我们走在圣洁的道路当中，主，让我们与罪恶远离，只不过亵慢人的座位，主啊，使让我们成为一个圣洁讨你喜悦的儿女，主啊，让我们的生命可以成为你的荣耀，可以得你的悦纳。谢谢耶稣。哈利路亚，主啊，是主，在你的话语的当中，主啊，我们必得见光。主啊，是主，愿的光进入照耀在我们的生命里面。主啊，是主，让我们知道，主啊，我们的内心，哦，主啊，可我们使我们可以自己来省察自己，主啊，有没有得罪你的没有？主啊，是的，主，求你来光照我们，主啊，好使我们可以为罪、为义、为审判自己、责备自己。主啊，是主，愿你来修剪我们的生命，主啊，有任何不讨你喜悦的，主啊，是主，求你光照。主啊，是主，我们说主，我们也要认罪，要悔改。哦，主，来到你的面前，主，好使我们主能够成为分别的哦子民。主，你说，哦，主，人非圣洁不能够见你的面。主，是主，我们愿意，哦，主，愿意每日不断的来更新，来到你的面前，主，生命更新改变，越来越像耶稣基督。主啊，是的，主，我谢谢你。主啊，你是圣洁的，所以我们也要圣洁。主，我们要跟这个世界分别出来。主啊，让我们的思想圣洁。让我们言语圣洁，让我们的行为圣洁，让我们跟这个世界分别为圣，单单属于你。天父上帝，我们向你感恩，未来这一年虽然全世界台湾这个城市都在震动，但是我们相信，当我们定睛在你的身上，我们跟随你，你引导我们，我们过圣洁的生活，我们经历你荣耀的同在。我们相信震动的一年要成为恩惠的一年，震动的一年也要成为得胜的一年。因此我们愿意
有刚强壮胆的心智，我们愿意谨守遵循你的道理，我们愿意跟随你自己来引导。奉主的名祝福每一位弟兄姊妹都能够得胜的一年，并且得胜有余，荣耀归给耶稣。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我心爱救主，我心何等感谢你担待在意我这爱你的心，我愿一生追求跟随我主，谦卑为你服侍这世界。我亲爱救主，我要一生敬拜，在我生命